它大概跟我们在写 C language 也是一样，就是你怎么样把它 assign， 你的 value 怎么样 assign 到那个一个变数哈，也是一样，它有变数，只不过这个变数我们刚说过，这个变数的形态，不管是整数、实数或者是字串，你都不需要宣告啊，你直接把它用一个变数名称，你去把它承接就可以了啊。所以像我们如果要输入一个哈，我们直接看例子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叫 A 好了啊，那 A 当然你如果要让它等于是一个实数啊，你就可以打像刚已经打了啊 1.2， 就这么简单了，就打 A 等于 1.2，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什么，把 1.2 assign 给什么 A 嘛，那你按 Enter， 你会发现它哎，它就会告你一个 response， A 就是 1.2， 就这样。那如果这边还有一个小地方啊，就是说如果你假设我继续再打啊 ，A 如果 1.2， 那我如果不这个东西我不希望它看出来哈，就是它每次因为它是 interactive， 它会给你一些 response， 那你不想看到这些回应的话，你可以类似用 C 啊，我们 C 不是后面 ending 可以加一个叫什么，加一个分号嘛，对不对？加一个分号之后呢，它会怎么样？它就没有这个 response 出来，但是它还是把你存进去了啊，它还是存进去，只不过它就是没有这个 response 告诉你。那这个东西好用是这个分号的，就是说如果你之后有一个 很复杂的矩阵或者是很长的数据，你如果每次打它都把它看出来的话，那这边就会跑一大堆东西，很难看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用，记得哈，这是一个比较特别，可以加一个分号在它的 command prompt 这个后最后面这边啊，然后它就不会有这个 response 跑出来。好，好，那这个是一个存量嘛，对不对？哈 ，A 是一个存量。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这边的 workspace 马上有一个变数叫 A， 然后它的 value 对吧，就是 1.2 啊，就是 1.2。 好，这个就是一样啊，它这个用 X 啊， X 等于 7.5 就把它 assign 过去了啊。那大小写当然我们刚说过它大小写是有差别的啊，有差别的。那另外它里面有几个特殊的变数啊，就像我们刚说过 ANS 它 default 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叫做 answer。 那你如果没有特别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像我这边假设了哈，像这边还有另外两个比较特别的变数叫 pi 跟 eps 啊。那 pi 当然大家知道就是代表什么 ？pi 就是圆什么？圆周率是吧？啊，圆周率。eps 就代表一个 epsilon， 一个非常小数值。所以你如果打 pi 啊，你如果打 pi 没有加什么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 response 啊。然后这个因为它没有 assign 给任何变数嘛，所以它的这个。结果它就是用 ANS， 然后就等于 3.1416 啊。那或者是你打 EPS 啊 ，EPS 就是代表它的一个 epsilon 的一个值，所以你按 EPS， 那这时候你的 answer 就会从 3.1416 变成什么 2.220， 然后乘一的负16次方，一的负16次方是代表小数点后面，对不对？从16位嘛，哈、啊，所以这代表一个非常小的数值啊。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数字了哈，所以这几个变数哈 ，pi、eps 加上 ans， 这个都是它里面内建的哈，内建的三个特别的变数。好，那另外那变数这些变数，当然我们把它叫做变数，或者把它叫做其实我们之前也把它叫做 identifier 啊，就是它的一个辨识字元了哈，辨识字元。辨识字元里面呢，你可以写它刚刚除了说大小写有差别之外，当然它有它的一些。可以加一些特别的什么，一些像 underscore 啦啊，这个这条线等等哈、啊，或大小写或者数字等等都可以啊。所以 identifier 基本上你可以选你自己高兴。那另外它里面有一些运算值哈、啊，就是加减乘除哈、啊，加减乘除。那这个跟 C 基本上几乎都一样哈、啊，跟 C 都一样。所以像刮胡啦，前面加个正号符号啦哈。啊，然后次方啊，次方它这边是用一样是用这个一个 cap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乘号啊，乘号，那还有除号。这个除号比较特别哈、啊，a 除以 b， 当然我们就写成 a， 然后 slash b， 对不对？但是 MATLAB 还有一个特别的写法，它可以把它写成 b backslash a，b backslash a 跟 a slash b 是一样啊。那反正它就是多一个这样的写法了啊，那这个在矩阵的运算里面可能就会有点帮助了啊。不过这个其实你大家知道，反正你如果习惯还是写成 a 除以 b 就是 a 除以 b 就是一个 slash 而已了。
然后加减啊，所以它这个是怎么？这个整个它的 precedent 就是这样子啊，先乘除后加减的概念跟七几乎是一样的啊。那接下来你们其实有一些写法了啊，像这个什么一加上二乘以三啊，那就是你要用刮弧去刮起来也可以，不刮弧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先乘除 后加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跟西的写的 方程式的公式都差不多一样。好，那像这个例子哈，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电阻的例子啊。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要怎么写？在 MATLAB 里面呢，你就用刮弧了啊，就跟 C language 一样，就尽量用刮弧。刮弧起来会先怎么样？有刮弧里面就先算嘛，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R1 分之一，所以它这边先刮弧一除以 R1， 然后刮弧起来，那加上刮弧一除以 R2， 刮弧一除以 R3， 然后整个外面再一个大刮弧起来变成分母，然后这边再 slash 这边一，所以这样就会得到它的结果。好，但是如果你这样打呢，你让它把这个东西存到 R， 对不对？这样 OK， 但是这个格式是 OK 了哈。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直接这样打，你们打看看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漏挂？什么叫漏挂？就挂错。你打，现在打。你就把这个公式打进去啊，这公式是 OK 的啊。但是你打出去之后会变怎么样？因为你没有 R1 对啦，因为你不晓得 R1 是多少，所以你打这样照打，打完之后你看看 MATLAB 会告诉你什么。是不是打一个简单的？这个语法是没有错哈，语法是没有错，但是他为什么会跟你这个？因为你的 R1 现在是什么，他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边只是先告诉你语法了哈。那你如果当然要让他这个东西 OK 的话，你当然。你先把 R1 存成随便一个值哈 ，R1 等于5，然后你再把它这个算进去，它就会帮你算出来结果，就这样。好，因为你 R1 一开始没有 define 嘛，所以你 R1 要 define 一个值，给它一个值，然后再去算它的东西，它才帮你算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呢，它一开始 R1 是一个 undefined 的，但是你这个 R1 有了之后呢，你要注意看你的 workspace 这边的 R1 就存在了啊，这个 R1 就存在，而且。算出来的 R 也一直都存在、啊、不是你这边结束就结束了，它在它的这个 MATLAB 记忆体的空间里面，这些东西都还是存在的，所以你接下来如果再写 R1， 它会怎么样？它会还是会把 R1 刚才等于5的东西、啊、还是会存在在那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些资料都 workspace 都清除掉，我们刚刚说过要怎么办？就打一个 clear， C-L-E-A-R。好，打 clear 之后，你就把你的所有的记忆体怎么样都清掉了啊，就按 clear， 你的 workspace 这边就不见了，有没有？所有的变数都不见了。那这时候你再打 R1， 它又告诉你是个 undefined variable， 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差别哈？好，那当然 ，anyway， 这边只是告诉你这个 MATLAB 的写法跟 C 的写法是一样。那这边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更复杂的函数哈，一个更复杂的函数，那怎么办？那你当然你可以直接打也没关系啦，不然的话，为了怕出错，你就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分母跟分子去写嘛。哦，你可以写成一个是写成一个 numerator 哈，分子啊，分子是等于什么啊？分子是等于这个函数，分母呢 denominator 是什么？这个函数。那这两个函数最后再把它相除，就得到你的这个 f。所以你可以把它分开写就对了啊，这个只是一个让它从比较复杂的程式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式啊，然后这样去处理它。这个以后你在写的时候可以参考。那这也是一样哈、啊，这是在算它的长度哈、啊，反正这也是一个公式哈、啊、，length， 然后 k 的三次，这个等于开三次方的一减去 c 分之 y 的平方啊，
那你就可以写成这个 length 等于 k 乘以啊括弧一减去 y 除以 c 的平方的 1.5 次方，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因为开三次根号就是什么，它的次方数就是什么，就二分之三嘛，所以它这个是用 square root，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再把它把 square root 之后呢，再把它做三次方、啊、所以是一样的意思。那另外这边也是一样的，这反正都是一些例子、啊、你们可以自己参考它怎么写。这个写法反正有平方就是用这个 cap， 然后这边加一个2。那当然这个程式稍微复杂一点，所以你这个刮弧自己要去对它了、啊、去对它。那 MATLAB 你如果打错刮弧，它好像也会给你一些给你一些那个一些 warning， 也会给你一些警告，会打错、啊、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看一下哈。如果像我们随便打一个啊 ，sqrt， 啊，它这样就会给你一个，有没有？它如果这边你这边再打一个刮弧，这边有一个刮弧，它会说，哎，那你可能要提示资源，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刮弧，然后也会给你一个 pair 的动作，有没有？就像那个。像那个 Notepad++ 它不是也是一样的，它刮弧如果你太多刮弧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不同颜色去 对应它的那个刮弧嘛，有没有？有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它反正会给你一个对应的，像这边再多一个、啊、如果你再多一个呢，当然它这时候没有对的，它也不晓得怎么跟你讲、啊、所以像这个它就会给你随便乱写、啊、它甚至会给你一点 unbalance、啊、就是不对称的一个什么parenthesis 啊，它的这个刮弧会不对称，它会给你一些提示。好，那这些都是只是一些公式的计算啊，所以其实不难啊，不难，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就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要看 data， 这个 data 我们刚刚看的是存量的 data， 但其实它比较重要的是它可以处理一些矩阵啊，矩阵或向量啊。那单一的数值当然就是一个存量啊，那如果是向量或者是 matrix 矩阵的话啊，它其实就会我们比较常用，甚至是一个档案啊或者是一个文字符号，这些都是我们的数据里面常会用的啊。那另外我们怎么样去宣告矩阵啊，宣告矩阵基本上就是用中刮弧啊，用中刮弧。那中刮弧的话呢，我们马上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今天矩阵我要把它里面写一，那这个代表就是一个存量嘛，就是你的中刮弧里面一个只有一个矩阵啊，只有一个 element， 那当然就是一个存量。那你如果是写成一，那你如果是要一个阵列呢，那你就用空格或者是用逗号啊，空格或逗号都可以哈、啊，那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阵列啊，变成是一个向量啊，一二或者是一空格二，这样就可以了啊。那当然它的 default 就是这个 A 就是一二，这是一个什么列向量，对不对？这是一个列。那那你如果要变成是一个矩阵呢、欸？因为这是向量嘛哈、啊。那你如果要变矩阵的话，你可以写成假设一二。好，这是第一列啊，我们先输的第一列。那接下来打第二列怎么打呢？打第二列的话，你可以在中刮弧里面加一个分号，然后呢三四，然后再一个中刮弧，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二乘二的矩阵，就这样，所以很容易嘛，对不对？所以刚才一二，现在变成是一二，然后中间这个一个分号啊，分号之后是三四，就变成是一二三四。所以这就是矩阵的写法跟向量的写法，就这样子而已啊。那还有什么呢？好，我们之前不是有写转制，对不对？转制的话呢，在 MATLAB 里面很简单啊。接下来有很多矩阵的操作其实都很简单哈，它都用内建的函数。像 A 现在已经是一个二乘二的哈，一二三四。那你如果要把它做转制的话呢，就 A 上面写一撇。啊 ，A 一撇，一撇之后按 Enter， 它直接变转制，有没有？刚刚是一二三四，现在变成了一三二四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转制矩阵，在 MATLAB 里面就是一个一撇就解决了啊，所以这相当方便。
那如果是原先啊，原先如果一开始啊，这是列向量，对不对？那你如果 a 一撇就变成什么？变成行向量啊，变成行向量。这个你们都可以自己试看看啊。这个矩阵的输入就是这样。好了，你们现在自己练习一下。如果输入一个，我们上次好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个三乘三的矩阵。嗯，把它输看看会不会写，练习一下 A 矩阵或 whatever 矩阵，你把它变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乘三，好，把它输进去之后，然后把它做转置啊，那你们就会非常感谢 MATLAB 这么简单。如果在 C 里面要写一个矩阵的转置，当然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有没有写过？有啊，有写过啊，但是要怎么写？不要忘记啊，期末考还有可能会考啊。刀下转字还要刀下留人了，转字是给你们一条活路。我们没考反矩阵，哎，你们有没有写过反矩阵？没有，没有吧？没有啊，反矩阵没写过啊。好，都写完了哈。这个矩阵的输入就很简单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哦，这个课本写了，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在练习了哈。好，如果我们像这个都是在输资料进来嘛哈，一样就是把这个不管是一个的啦哈，一个其实你就不用中括弧了，一个就是存量而已。那两个以上你才需要用中括弧，不管它是正不管是向量或者是矩阵哈，或者是矩阵。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就直接输入。那刚刚说过 ，semicolon 只是让它不要把这个结果再输出哈，因为太占空间。那另外，如果你有一个一列的数字很多的话啊，那你可以用一个这种课本，不，在这反正在 MATLAB 里面有个这个写法，就是你可以写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逗号这个接下来加三个点，那加三个点之后，它就可以往再继续在下一列再去输入新的资料哈，所以它可以这样的方式。而且你看，你今天第一。像我们刚才那个 A 本来是一个存量，结果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向量，再把它变成一个矩阵，你都没有去宣告它的什么，宣告它的大小，它只要你怎么弄，它就怎么接受，对不对？像刚才的那个，我们不是练习过的那个 A 嘛，对不对？所以它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大小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size 啊，它的尺那个 dimension 也好，或者是它的 size 的宣告，它直接就可以直接处理。那这只是一个比较特别用法，就是加个点点点啊。你加个点点点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继续从下一行开始输入。好，像这边假设 A 等于一二，然后你要点点点。哎，不行，应该是不用括弧，还是要用一二点点点。哦，这样还可以呢。所以他可能中间前面一定要一个逗号，他才知道他是差别在哪边啊。所以点点点的意思是一个让他延续下去的输入啊。好，这个都是比较直接的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要在这个矩阵里面去找出某一个位置是什么东西的话啊，那怎么去找？我们随便哈，用。好了，如果今天我要从这个矩阵里面去抓出它的某一个位置的东西出来，那怎么去找？假设我今天要找找第一列好了，就是 A 矩阵里面我要找第一列，
那你认为应该会怎么找？矩阵里面要找第一列，你可以写成 A， 那我们先说 A 一，A 一一，好 ，balance。刮胡了。好，你要里面去找它的 element 的时候，刚才用中刮胡，对不对？那现在如果是用这个，要找里面的这个某一个元素的话，所以像这个第二列第一行啊，第二列第一行，当然它元素就死啊。如果是 A， 如果是第三列第三行，就九啊，所以它。它你要去找它里面的某一个元素的话，就用这个，不是用中刮胡了哈，就用一般的那小刮胡。那你如果是要找其中某一列呢啊，像我们如果要找第一列的话，那就是因为你要记得它的用法，其实第一个索引啊，第一个索引基本上就是代表列嘛，第二个索引代表是行啊，所以你要找第一列的话，就是代表它是第一列，然后所有的行。那所有的行的话呢，它这边可以用一个叫分号，这是分号吗？冒号了啊，冒号，刮胡起来，大家看得到吗？我把它写成 A 第一列，但是后面这个所有的东西，因为这个本来是找元素，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刮胡里面是找元素，所以刚刚说 A 一就是一嘛，那 A。一二就是二啊，对不对？那 A 一三就是三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要找它里面的某一列的全部东西的话，那你就写第一列，然后后面用这个冒号，这个冒号有点像是就是说我们要让它从哪边到哪边了哈。假设我们今天让它从一到二好了，先写这样，那这个代表就是什么？这样写啊，第一列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对不对？他就把一二抓出来。那你如果要找全部呢，那你这边就把它用这样就可以了啊，直接用冒号，冒号起来就代表全部了。所以他就把一二三全部抓出来啊，把一二三全部抓出来。那如果要找第一个 color 呢？第一个 color 就是第一个是所有的列嘛，啊、哦，所以所有列就用冒号，然后呢，第一个 color 就是一，这样就把147就找出来了。那如果是第二个 color， 这是二，啊、哦，所以在矩阵里面，你要去把某一个地方抓出来哈、哦，就是用这种方式。或者说，假设我今天要找一到，就是它前面的了哈。或是一到三，好，这样就可以把第一列、第二列的所有的东西就把它抓出来。这边其实就用冒号也可以，所以这样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啊。啊，这个很直观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跟你怎么样想要操作这个矩阵的概念就蛮类似的哈。好，所以这个里面我就不谈了哈，这里面反正讲的东西都是一样。那如果我要改里面的数字怎么办？像刚才我的 A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你如果假设今天要改其中一个数字，假设要改三好了哈，要把三改成七好了，那你怎么写？举一反三 ，A， 它是第几列？第一列，
第三行，对不对？那你现在改成多少？改成七，那就写七，就这样，那就变成一二七四五六七八九。OK。要不要自己练习一下？你把刚才的这个矩阵呢，假设把这个八改成十二，类似这样，自己练习一下啊，自己练习一下。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那接下来，他也可以从档案里面去读资料啊。那从档案读资料呢，他可以读两种类型的档案，一种叫做，这个什么？ASCII 对不对？啊 ，ASCII 就是什么 ？ASCII 档案叫什么意思？那就文字档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 MAT 的哈 ，MAT 是一个叫二元哈 ，binary。那 binary 的中部分我们当然现在都先跳过了哈。那反正我们大部分都是存成 ASCII 档案哈。那怎么样呢？那你的档案可以怎么样？档案当然，你的档案怎么来？档案可以利用。自己写啊，自己输啊，对不对？用 Notepad 或者 whatever 其他把它输进去，或者是这个档案是从 C language 或 Fortran 的 language 自己去 generate 出来的一个 output file 也可以啊，或者是 MATLAB 本身自己也可以存成一个档案啊 ，MATLAB 可以存成一个档案。那或者是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哈，叫 automatic sampling， 叫自动取样。那 MATLAB 其实它也可以去跟一些跟一些所谓的感应器哈 sensor。这感应器它有时候会把一些感应出来的资料呢，它会存成透过一个叫 data logger， data logger 就是资料的储存器啦，它会把它存在里面，那我们再去用 MATLAB 去把它抓出来就可以 去读了。那这个通常 data logger 会搭配一个仪器，像有时候你们看不晓得你们那个什么海生啊，或者是海物啊，或者是海化，或者是基础环科，你们现在上基础环科吗？下学期这样，好了，反正有很多环境的监测资料，它可以透过自动监测啊、自动采样的方式去得到的结果。那这些结果资料存哪边？它会存在它自己仪器里面，本身有一个叫做 data logger， 就我们说的这个叫资料的记录器里面。那资料记录器里面，它就可以跟 MATLAB 结合，它就 MATLAB 从那边抓资料出来，然后去做分析。那当然，这些资料通常都是好几千万笔，好几千万笔，所以当然你要透过电脑去处理才有办法了哈。那反正 anyway， 我们可以如果当你这些资料都存在档案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command 叫 load 的方式去把它读进来啊。那接下来课本有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假设你先准备一个档案，叫做 win_data.dat。那这里面呢，你去存两个啊，存这笔资料了哈，存这些资料。那这个资料分成两个 column， 那这两个 column 当然对我们来的意思是说，一个可能是代表高度了哈，那一个是代表这个高度下面它的什么 wind speed。好，你把这个用你们的那个什么记事本，用记事本先把它输进去啊，输进去，然后呢存成叫 win_data。点 DAT， 然后呢，你再用再回到 MATLAB， 不过到这个档案要存在哪里呢？这个档案要存在跟刚才我们说过你的 MATLAB 同一个目录下面哈，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目录在哪里，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去把那个档案。但你说如果我要换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还是如果你这个目录觉得你不想要用放在这边的话，你看还是一样可以 CD， 如果没记错的话 ，CD 点点，然后跑往哪一层去？上一层嘛。啊，如果这点也不要，那就在 CD 点点，就跑到 administrator 这个目录啊，所以你可以去改换在你的 MATLAB 的工作环境，你可以去改换它所在的目录位置。那你如果今天要跑到低槽，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不行，还是要 CD。也可以到其他的目录，其他的那个硬碟了哈。所以 CD 到 D
冒号就到 C 的，然后到低潮的根目录。如果你今天你的那个档案是放在根低的根目录的话，你就用这个方式先去处理它哈。然后不要忘记，你先反正用那个记事本先把这几个资料打进去啊，把它存起来，然后你再把它load进来，好吧？当你把它 load 进来之后，你看它这边 workspace， 它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变数叫 win underscore data， 那它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7乘2的 double 啊，七乘二就是7列两行嘛啊，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打 win underscore data， 这时候 win underscore data 就会是一个 matrix 啊。字量太大。所以这样比较方便，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个 interactive 互动的操作了哈，你在Meta 的外面，不管用什么方法得到了一个档案，那这个档案假设是我们要的，你就直接用 load 把它 load 进来之后，这个档名呢，你要注意到，没看到它就是档名，这个叫主档名嘛，那点 DAT 这个点，这个 DAT 后面那个叫副档名啊，所以这个档名就会变成是它的什么，它的这个变数的名称，那这个变数里面呢就存在了什么，就变成是一个 matrix 啊，而且是一个7乘2的啊，7乘2的 matrix。好，那接下来既然变成7乘2的 matrix， 所以你接下来要做资料的处理跟分析就很容易了，对不对？假设我今天要把第一个 column， 因为我们说过第一个 column 代表什么？第一个 column 代表高度嘛。假设我要把高度这个资讯直接把它抓出来变成是一个向量，可不可以？可以啊。那如果我要把第二个 column 当代表是风速，那你要把它抓出来，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课本这边，接下来你可以类似用这种方式，有没有 ？height 啊 ，win data 的这个刮弧冒号，逗号一，逗点一，好，这个就是代表你取第一个 column 嘛。那第一个 column 的结果，把它存到什么 height？ 那第二个 column 就可以存到什么 speed？ 那你这时候你就得到两个什么？两个向量，一个向量是代表高度，一个向量是代表它的速度啊，就这样而已啊。所以那当然向量高度要干嘛？这个到时候你要做任何的分析就可以，可以去分析它了啊。包括你可以去分析它们的什么，相关性啊，统计的分析啊，或者是其他的分析都可以啊。你再把这个练习一下，好。所以那个刚才的是怎么样把从档案读资料进来，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利用，就是利用刚才说过的那个冒号的东西哈。那利用冒号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连续的去 create 出一些资料哈。好像这边最简单的，来我们用，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 T 是代表时间，那我们今天要从1到10啊，我们就把它 T 等于1到 10， 它是就会从1到 10， 然后每隔1啊，去把它 generate 成一个，它就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列向量，然后就是从1 2 3 4 5 6 7 8 9 10啊，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 for 回圈那个 for 的那个概念啊，它这个冒号有点那个概念。那你如果要让它变更多怎么办？如果你要让它更细致呢，1冒号，然后你如果是 0.1然后再冒号10，那会怎么样？它就会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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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时候就很麻烦，跑出几个。跑出91个、哦、
跑出91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它这个是我们刚才就是打这个 command 而已了啊，从 0.1。那你当然也可以从反过来，你如果今天是要从10到1，然后呢，这是你的第一个当然是开始的啊，然后到10到1，但是它每隔一个对吧，它会降负零点啊，负零点一，它就会从十九点九、九点八、九点七、九点六、九点五，然后一直下去、下去、下去、下去，啊，最后一直到一，类似这样。所以这是利用冒号啊，利用冒号的方式，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了啊。然后，好，那这个只是一个。刚才类似我们已经弄过了，就是你如果要把一个 submatrix assign 到一个新的变数的话啊，这些都是一些刚才怎么样去做一个 submatrix 的取出啊，这些都是 submatrix 的取出，就是它的一个子矩阵啊，子矩阵把它抓出来之后存到一个新的变数里面，那你也可以去在里面去改变它的这些资料啊。这边就是一个例子啊，假设时间你待会先用下课自己打一下，如果时间你给它写是0到6，当然它就0 1 2 3 4 5 6，那你的 speed 是0到30，然后中间间隔是5，那这样的话你得到的时间是一个 column 啊，是一个 column 的 是一个 row vector 啊，列向量， speed 也是一个列向量，那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可不可以，你可以把这两个变数直接拉在一起，直接拉在一起的话这样子，但是你真把它做一个什么转置，做一个转置之后，它就把原来的列向量变成行向量啊，这个也是一样，列向量变行向量，然后把它类似 side by side 哈，就是并肩这样放在一起的结果，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matrix 出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矩阵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好，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看。